流行橘色哦，橘色最近真的很夯，各位，如果你这几款连续几款的橘色哦，你还没有出手的，赶快出手，真的。这个弹性的这个地方啊，是做松紧的，比较贴心，所以你穿比较合住你，但是也不会太紧，所以穿起来很舒适。然后呢，胸打结有点扭结设计，里面我也是穿小可爱啦，然后后面比较特别，它是整个做那个整面都是橡筋的。面料弹性，所以这个可以穿到 L 号、L 号。袖口的地方呢，它也是做一点微宽松。然后这个是也是泡泡袖、蓬蓬袖，今年真的太多蓬蓬袖了，就是外套啊。可以正常穿吗？可以，我这要正常穿给你看。正常穿就会比较寒一点的感觉，也是 OK 的。正常穿这样。哦，我觉得这衣服好好看。鞋垫正常穿就可以。然后这个橘色啊，很美。这种面料其实都还蛮耐穿的。然后拉个细节就这样，橘的很到位吧，很漂亮哦。嗯，我那真觉得这个蛮有 sense。可以就拉个短裤这样，拉一次正常穿。雪纺背心还没，下一款。都可以哦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配裙子也可以，宽裤也可以，白短裤。就很夏天，没错没错，配长裤也很好看、哦。它颜色很取胜、啊、因为我觉得两个色都还蛮好看，比较特。你是说昨天面的牛仔长裤也很好看哦？对，好，那我马上换个牛仔裤给你看。对，或者配个比如说牛仔破裤也很好看。对，有没有？对，我觉得我有一款也是热卖的缺货款，搭那种色系的话也超好看。我觉得橘色就是配丹宁色的裤头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定义着色的，后面是整个弹性，这个不紧身哦，弹性很好，帮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好，好，弹性很好，后面整个松紧，可以，对，其实我，然后还蛮有腰身设计，又不紧身，又不紧身，然后袖子也是它最大的特色，跟胸前的正常穿拉一次，我觉得这穿起来整个人的质感都不一样。只要是刚好的，男生还可以穿。没错，真的很加分哦。然后它这个其实胸前也不会抓皱，设计也很漂亮。我才穿小可爱而已，它很有那种胸型的感觉，就很好看。可以带一件穿，而且价格很便宜哦。没错，编号19号，一件只要350块，350块。嗯，蛮超值的，讲真的。哎，对啊，我是不是别错标啊？这个都标掉，我上错了。完全不透的面料，完全不透的面料，两个色都还蛮好看，一个是橘色，一个是驼色。没错，好，来编号19号，19，橘色跟驼色两个色号。